いよ。36.7。本分署直属船队巡护七号执行今年第三航次太平洋远洋巡护任务，于今日达成使命，返抵国门，圆满完成近30天长达6800海里的远洋长征。虽正值 COVID-19 防疫期间，本署会善尽国际责任及落实责任之余业，持续规划执行本次中西太平洋公海渔业巡护任务。除卫冕我国远洋渔船及了解其作业环境外，亦依 WCBFC 规定检查渔船有无违规采捕或其他不法情事，借以确保渔业资源永续发展。巡护七号本航次除共计查核及卫冕16艘国籍船外，期间更两度于恶劣海象状况下驰援上千海里，于公海顺利救援东港籍金城利一号及稳达818号两名急难船员及船长返台就医，深获各界肯定。本署持续呼吁民众从事海上活动务必注意本身健康状况，出航前亦应做好各项健康检查，以维持自身安全。若遇有急难状况，可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，或透过渔业及海岸电台通报，本署会立即派员协助处理。